就他这个样有什么可羡慕的？我一点不羡慕。咱把咱身边闺蜜加一起哈，平均值就是你现在应该有的样子。奈何我身边这些日本女同志们加一块儿，我以三呢。可毁了，我得努力了。但是我这个人钻呢，我钻研他们到底吃了些什么。这个大麦若叶青汁，我要重点研究它。日本人是一天都离不开这个东西。冻好了香蕉，架上牛奶，架上一勺青汁，这个口感太细腻。一杯抹茶味的健康肚肚奶昔做好了，面包也用青汁来做，一块健康肚肚小面包就做成了。早上空腹喝一杯青汁，健康肚肚小饮料就做好了。他们的青汁无处不在，无处不喝，就连老头老太都不放过。咱还可以把它加到豆浆、果汁、酸奶里，蒸个馒头你给它加进去也行啊。我勒个妈呀，简直是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喝了必须带点绿啊。哎妈，日本人吃个饭真费劲，吃多少取决于你今天消耗了多少。我要像他这样真累死了。奈里ちゃん、今日何食べる？今から運動する内容による。就这俩小快腿，从来不运动的小伙儿，最近越来越要强了。这个车站设计的好哈，支持大家走楼梯。日本人工作压力大，强度高，专门为这些久坐办公室的人啊，在车站都设置了这样的楼梯，鼓励大家哪怕用一点时间来运动运动，真是煞费苦心。これってどうして食事と関わってくるの？今私100カロリー消費したでしょ？だから100カロリーのものは食べれるけど。エリちゃんこれ安い。ダ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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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返して。サラダいいでしょう。サラダいいでしょう。ダ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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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182って書いてある。ダメダメ。100以下しかダメ。エリちゃんこれ美味しそう。見て、エビチリ、エビチリ取る。ダメダメダメ。ね餃子餃子。59。完璧。59だよ。これ一個だよ。一個。一個59なの？あ本当だ。1234567890，10個から596カロリー。哎妈，这你要跟我去中国，你还不吃饭了？他们吃饭的顺序很讲究，尤其对自己肚和下半身不满意的，看看他怎么吃哈。饭前两粒小妖精，这个就猛了，黑生姜的成分帮助咱们燃烧。晚上饭前吃上两个，歇舒服。キャベツは胃に優しいし、お腹を満腹にしてくれるから。今日は100カロリー消費できたから、これぐらいなら食べれます。这就是人家的晚饭，简直了，要我老命啊！哎，あなたはこれ、はい、痩せたいんでしょ？天老爷，救救我吧，我要吃肉啊！敢不敢把他爷仨扔家里，我出去溜溜，天天做饭收拾做饭收拾，再不给自己找点乐都快长毛了。离家出走之前先把这个小脸收拾一下。广个小告，我用了什么这么敬业？日本四期的季节精华，我这个脸一到春天就不听话，干红痒，只有用了它才能稳定下来。洗完脸以后的第一步你就用它，舒缓镇定还抗氧抗糖，给皮肤后续的吸收呢做好铺垫。以前不用季节精华，擦粉卡了满脸都是皮，你看现在这小脸蛋完美。我刚想着过一个呢。啊，妈妈出去溜达溜达，一会儿回来啊。还吃什么？随便随便。出来了，干点什么呢？吃个麦当劳吧。哎呀妈，这人也太多了，这不送狼窝里来了吗？还是干点40岁该干的吧。哇塞，天堂天堂啊！我的御用化妆师今天来给我精进一下我的妆容。今天我要挑战一下紫色系，画擦皮的显老，画好了那叫一个高贵。来吧，展示。我这大黑眼圈啊，什么都来不及了，得马上遮瑕。就这个小手法哈，那等会儿看效果哈。这个底子做的好哈，你擦多少粉都没有事儿。我的妈呀，神笔马良啊，我的熊猫眼没有喽。今天因为要上紫色，他把我的眼线直接马了，只画内眼线，浅色的眼影铺满眼皮要2/3。紫色这么画哈，拉长一点，下面也得加一层，眼头加点珠光提亮，眉毛的长度拉到眼尾45度。没有了眼线的柔光紫色看起来也很舒服呀。我每次要放松的时候就来这儿蹭蹭电，心情大好。妈呀，9点了，回家回家看看老爷们们怎么样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这没有我日过得相当利索。这么大个盘啊，看来今天晚上吃的是寿司的外卖，空盘了，没给老娘我留点。在一个全是老爷们的家里，咱们女人啊就得活得更精彩一点才会被爱，千万别成了他们爷仨的奴隶。你看我这么晚回来，这不都睡挺语气了吗？今天是个大日啊，儿的家长会，这对俺们这些生活在海外的中国妈妈们来讲简直比选美还紧张，得好好收拾一下自己，给咱们祖国增光添彩就看今天。尤其跟那些收拾的鞋精致的日本妈妈们在一起，我向来会使出吃奶的劲儿往死收拾，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中国力量。哎，我先查个广告哈，我今天用这个 BB Lab 裸感防晒喷雾哈，绝绝子 SPF54 倍，防晒力度杠杠的。
轻薄干爽不化妆，三秒成膜。我这个大敏感肌哈，用一般的防晒，脸回来了以后又红又肿。这个防晒喷雾轻薄到我都感觉不到它，它没有什么酒精啊、二氧化碳啊、滑石粉啊这些乱七八糟的。大油头搞一搞，最近迷上了大油头，一刻都停不下来。好了，自不自是啊？鞋自是吧？道明凤有没有？一会儿喝他们一下。哎呀妈，迟到迟到，而在哪个班我都不知道，好像是四年级哈。妈，找不着了。半个小时的家长会，老师给俺们唱了首歌，感谢家长们百忙之中的到来，又给俺们放了一段纪录片，看看孩子们在学校的生活。哎呀妈，这家长会我都没开够。今天我重点要说一下这个门岗大爷，这真是亲大爷，跟孩子们亲的呀，每一个孩子的名他都能精准的喊出来，挨个打招呼。哎，学校就该是孩子们的天堂，长大了回忆起来全都是甜的暖的。哎，这个日本人抠的呀，我这次都不愿意吐槽他们。这个油头寸菜妹妹每次来拿个小礼物，一个果冻。你找我学中文，你说你多少你不得拿出点诚意吗？一个果冻就想收买我吗？哎呦，哎，说这种话来啊。そっか、早上好，你真漂亮。什么玩意儿？那多少？何だ？ちょっと覚えたから言ってみただけ。他们可会说好话了，从来不拒绝，不批评，不反抗，就爱夸。咱也不知道哈，就我这个强势劲儿，日本人还就爱跟我出，有一个赛一个。我是日本人，我是中国人。你不是？你不是？今天我教你点实用的。站起，他吃。坐下，坐得。不是你那个呢，我给我打一脚不打个呢？啊，口头吧，口头吧，下回对不对？哎，我叫你乐死了，你怎么还跟我做上动作了？姐妹们，叫哪个现在日本超级流行的大油头，咱敢不敢试试啊？我自己都搞不清楚，是我长得太有气质了，在这顶了，还是他给我弄这个油头弄了？弄这个油头哈，我这个头发有点长，再简单一点，这个 WiFi 的效果更好。又是油又是辣了，俺们做油条都不放这么些油。哎，平时俺们日本人做饭，我可没见咱放这么些油哈，这怎么抹头发上这么嘎实放？完了。就这么定型了，幸好我这个气质在那儿，要不然我走出门得多少人怀疑我一个礼拜没洗头。哎，姐妹们，咱说这个日本超级流行的大油头行不行？咱敢试试吗？这日本家长啊，是除了孩子的学习啊，他什么都管。你看他们这个交通工具哈，挺有意思，前面坐一个，后边拉一个，经常我看他们怀里还抱一个。一台小小的自行车要求承载四个人，孩子们的周末那是丰富多彩呀。这棒球运动我就纳了闷儿了，为什么一定要穿白裤？每个人的左屁股上黑乎乎了，这卡的一身脏乎乎了，这可能才是青春吧。我是坚决踢球哈，万一踢出来了呢？我这个老脸可就太展扬了。咱们千万关注好我和儿啊，万一十年以后火了，咱们也有第一手的素材。这学校挺好的，社会考试70分。什么？考多少分？70分。社会你考70分？怎么考的？为什么？有三个问题没看着，没弄。妈妈，我今天汉字考试拿100分。汉字考试拿100分，你怎么还挺展扬了吗？你一个中国人。上天，我们同学几个过去的。外边下那么大雪，你不去去吧？那这就他日常，我也学会了，现在也不管了，我就躺被窝里静等他成才。